小西西，小西西，你应该出来，到 B 区去这个广场这里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现在出来了。妹妹，这个是个任务点吧？那个吗？妹妹，现在这样，我来看管，你来去做任务。好的。往后，往后，听到没有？保安，请问什么任务？好，我们现在这里是京东超市99周年庆的任务。那我们呢，你要跟我们来说一个，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以三句半的形式把我们的宣传单页上的话完整的说一遍。京东超市全好货，99周年庆优惠多，进场好物50%起，等你。水果麦片自热锅，虎皮凤爪好物多，网红爆款一站购，走起！好，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小姐姐来。打开我们的京东礼盒，然后领取我们的任务卡。OK， 限时返场卡。对。OK， 限时返场卡。大乔，乔振宇，使用到乔振宇，出发。我们是。乔乔上乔。上钟上钟上钟啦，乔！我被点钟了，上钟啦，乔！牛气满满的哥哥乔振宇已到位，游戏倒计时15分钟。现在是邢昭林、宋威龙、陈立农。陈立农，我们必须3个人行动。好，走吧。咋说咋说？咱们实行反杀计划吧。不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先死藏，先把这十五分钟弄掉。